2018年4月21日星期六上午10:15左右，我們離開了馬鞍山礦工村向昂坪行進，離開了礦工村大概10分鐘，幾嶺這個片竹，那啊，這浸薑花呢都很漂亮，白色的。行下呢啲路啊，真係心旷神怡啊！昂坪啊，呢度就係马鞍山，几好地方。好有气势啊！嚟真昂坪呢，都觉得好震撼，好靓。大家睇下，香港都有好靚嘅地方嘅。呢個 V 字形啊，幾靚！真係世界級，好靚啊！呢個呢堆草，佢哋唔知道去緊邊呢？喺昂坪啊，見到一棵好靚嘅樹啦，樹上面有得好靚嘅花啦，應該咁講。真係好靚啊，好香添啊！行山真係唔好掛住耷低頭啊，有陽光照住啊，啱啱幾靚。飛下飛下，唔知咩嚟嘅咧，好特別喎。好似有條尾好似燕子咁嘅，呢只唔係蜘蛛啊！唔知點解佢變咗蜘蛛咧？呢只竹節蟲應該中咗招，喺樹上跌咗落嚟啊！